Down by one. That's me, but wait, what did you say? Catch me, hold. Wait, quite the soup. The share? Why she out in the share? I don't know what you said. I didn't translate, Zhang. Yeah. Tie your shoes, said tie your shoes. That boy's so mad. Press the name hard, drive the D, you know what you need to do. Okay. And I collapse the D, kick it to Wei for the last shot. Yeah, he wants to take a shot. Yeah, I'm on it. Good ball. Fine, I can do that. It should be subtitles or something. Can't understand anything. Oh, slow mo. Man, I should be able to take a shot, honestly. You can only press one button. Hey. You better make that. It's down. It's down. It counts. That's what we like to see out here. The way back. Play well tonight. You were good in rotation and active on the offensive glass. You really think that? Yeah, you really pushed the tempo. I pushed the tempo. In transition, you pushed the tempo in transition. Did Coach tell you to say that to me? Well, I just heard him say it to the papers. I'm working, man. That should have been my shot. We won the game. How do you think I play? Good play. Good. My thank you, Wei. Yo, I'll be out in a minute. See? Wasn't that hard, you know? Just quick, to the point. Think, you're improving. You cannot make a little of beef. Oh. Thank you, Zhang. I get that. Man, I'm just saying, I'm gonna need a vacation after this season. Oh, you hear that crowd? That can't all be for us, is it? It's Han Qi. What's that? It's a him. Han Qi. On the Jets. Oh, you mean Qi? The forward? He flies above. When he lands, Jets win. So they got a guy with a solid vertical, so what? We good? We got this, baby? Bro, fools have no confidence.大家好，欢迎来到上海，我是杨毅，在我身边的是苏群和杨健，今晚将由猛熊队对阵喷气机队，这将会是一场精彩纷呈的较量。如果你想要一组联赛里最出色、最耀眼的球星的风采，那这场比赛绝对不容错过。AI和魏大战飞龙，比赛应该会非常的精彩。飞龙惊人的弹跳力。 对战 Wei 和 AI 出众的技术，开始。Fill the meter, take over. Okay. 比赛肯定非常有看头。在上海的这场比赛即将开打，全联盟最有天赋的一些球员将会给大家带来精彩。All right, here we go. Come on, boy. He's not too big. 6'4".
现在是第一节，双方差不多打了两分半。在上海和天津的这场较量中，你将会看到全中国最好的一些球员的风采。飞龙是场上的大牌球星，不过魏包括外援 AI 也都是不可思议的球员。这两支球队都有很多天赋一流的球员。猛熊队比分领先。AI 到外线，传球给明。That's money. 从侧翼投出的这一球正中篮筐，就是该为 AI 设计像这样的战术。他接球就投的能力很强。That's why I switched my team, man. The two guys. 智到外线。I do it. 杨来掩护。I got help. 韩出手。哇，这个犯规太。I'm gonna change my camera angle, actually.太明显了，他已经准备好上排球线。看他的扣篮，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人们叫他飞龙了。垂直弹跳，高度太吓人。不仅仅在中国，在全世界，他都有可能是弹跳力最好的球员。他们说飞龙的垂直弹跳高度达到48英寸，相当于122厘米，太不可思议了。他那样的体型还能跳那么高，简直让人惊掉下巴。但说真的，看到飞龙跳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弹跳高度不止122厘米，感觉他还能跳得更高。现在 AI 拿球，强在防守，只剩下5秒钟。我传给鱼，他打算试试能不能投个3分。丢了，喷气机队反击。刘书记，猛熊队的球权。目前是第一节，刚刚进行了3分半钟多一点。AI 出手，对面明显犯规，他马上要上罚球线罚两个球了。AI 就是这支球队里的美国外援， oh, 对于上海来说、oh, nah. 是很大的补强。他在美国成了落选新秀，但他的球风很适合这个联赛。我们看到很多的美国球员跑到中国打球 ，AI 也加入了这股热潮。AI 拥有很大的潜力，只是需要一些历练。在中国，他有很好的机会去提升他的比赛能力。I got you. That's defense right there. 现在强拿球，对面防都防得很死。I've missed it. 有人掩护，传球给灰，外线出手。喷气机队再次没投入。大学篮球的球迷可能还记得 AI， 他曾跟随大学队参加全国锦标赛，在那支头号球星是克里哈里斯的球队里，他作为二号选择也很厉害。要能控制好这波的攻防时间，他们就能拿到最后一次进攻机会。好机会是绝对不能放过。投篮姿势很漂亮 ，AI 很擅长在这些中距离区域得分。喷气机队比分落后。强拿球，看着他，这是第二人，传球给雷。这是他本场比赛首次走上罚球线。他这一罚没有进。第二罚罚得很准。进攻时间结束之后，再过4秒，比赛就要结束。对于来到中国的 AI 来说，适应当地的文化并不容易。AI 在自我调整上做得很好，似乎已经适应了在中国的生活。而有的球员就是无法适应，以至于自己的场上表现都会受到影响。这个家伙使出了全力来完成这个扣篮，他用惊世骇俗的扣篮扩大了他们的领先优势。如果他们不加大防守强度，分差还会越拉越大。传球给灰。放了3分，他在哨响之前投了出去，但这一球没投进。第一节他们的得分不但来得早。现在第二节比赛起，双方队伍都决定换人。现在是第二节，已经打了3分钟左右。现在智拿球，他在被兰德里反传，智投中了。AI 洞察到了场上的情况，一旦发现空位的队友，他就会马上把球传过去。弹到高位，又回到兰德里，杨来掩护，计时期还剩6，出手了，是3分球，春没投进。上海的球权。
本场比赛的分差为三分。要是你看到一个不像是球员的人站在上海队的场边，那个人很有可能是 AI 的翻译。AI 还在适应中国的生活，因此需要一位翻译来帮助他了解球队的战术和教练的意图。对于 AI 来说，这并不轻松，但他做得还不错。莫里斯在外线，球进了，约迪兰德里助攻。兰德里处理球非常聪明，你可不能落空他的队友。一位明出手，这个球传得非常到位，他接的球立刻上篮得分。他们的防线开始被撕得支离破碎，尤其是在篮下。是啊，他们在篮筐附近连续丢掉的第四个球了。韩到外线，回传给春，杨来赢，这一次没投进，他可以获得两次罚球机会。这一次犯规动作很明显，裁判的哨声吹响了。春让人喜欢的地方就是对比赛充满了热爱，也渴望不断的取得进步。这一罚没罚进，他现在是两罚一中。现在雷艾他在被兰德里防守，智桥扣篮，巧妙的传球将球塞到了低位，轻松得分。广州拥有球权，他们落后六分。莫里斯在外线，球又回给了兰德里，一个漂亮的打板上篮，球进了。兰德里在攻击篮筐时毫无惧色，虽然是控球后卫，但他并不怕往内线打，打得很有信心。 AI 到外线，传球给邢，在离篮筐13英尺的地方起跳了，上海再次得分。这种传球配合太出众了，我是说他们过去10分有8分来自主攻啊。没错啊，传球真漂亮，他们不断耐心地寻找空位的队友。韩他在哨响之前投了出去，但这一球没投进。上半场现已结束，猛熊队比分领先。在下半场开始之前，双方到目前为止仍打得难解难分。智这场球的表现令人难以置信，他在进攻端打得非常聪明，通过在防守人中寻找空隙，从而得到最佳的出手机会。他上半场比赛当中的状态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高效进攻。对于上海队来说，魏就是他们所依赖的那位球员，是场上真正的领袖，一举一动都会引来队友和对手的注意。AI 出手，裁判吹哨，这次犯规犯得很明显，他准备上罚球线。薛洋被吹犯规。AI 在上完大一以后就宣布参加选秀，当时很多人觉得他不该那么做，这种质疑给了他很大的动力，为已成长为了一名出色的领袖。有他这样的优秀球员，对于球队来说是极大的帮助，有他的领导等于成功的一半。他很了解这个联赛，很清楚怎样才能赢球，任何球队都会想拥有他这样的球员。防得漂亮，他们成功截断了对面的空接，传球给耿。 AI 在侧翼远距离投篮，这一球没得分，喷气机队反击，距离篮筐有18英尺，这球太偏右，直接从篮筐右边弹下去了。Oh my God！ 利用篮板上篮得分，这都成了他们的一种进攻模式。他们一直往篮下打，在篮筐附近获得了很好的出手机会。是啊，他们最近5个进球有4个都是这种方式。耿出手，这一球没有进。他们本来有机会把比分优势扩大到2位数。飞龙在联赛中打得很有统治力，据说他甚至已经引起了一些 NBA 球队的注意。飞龙还足够年轻 ，NBA 球队犯傻才不会关注他。他是那种能够在任何级别的比赛中取得成功的球员，掩护利用得很好，弹起很会给自己创造出手空间。上海叫暂停，双方进入了休息时间，教练会部署接下来的战术，而球员们也有机会喝点水，好好补充一下水分。要想顺利坚持到比赛结束，补充水分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确实如此，任何一位球员都明白补充水分的重要性，所有人都会确保自己补充了足够的水分。没有补充足够水分的球员不可能打好整场比赛，尤其是在比赛快结束的时候，球员的体能已经到了极限，如果事先没有补充水分，他们绝对不可能坚持到比赛结束。 AI 的球商很高，对于传球给队友的时机有很强的理解能力。 Bro, they can't handle the pressure, man. 现在雷拿球，他被防得很死。韩到外线，
在侯东面前投篮，这一球砸在篮筐后沿弹出去了。他们的球转移得非常流畅，他们的进攻就像行云流水一样，防守方很难防住他们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喷气机队进攻，本场比赛的分差为十分，飞龙是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扣将之一，不管在什么联赛都没什么人会不认同。在中国没有人能够接近他的水平，坦白说我觉得如果他有机会参加 NBA 的扣篮大赛，他是有可能成为冠军的。已经来到了下半场，双方马上就要进入两分半钟了。 AI 到外线，从高位出手了，智抢到篮球。他们正在想办法重新找回节奏。没错，他们的手都已经快生了，他们真的需要进个球。雷投中，第三节的比赛已经进行了三分钟左右。梗到外线，传球给 AI。侯东，内线，梗到外线，现在是 AI 拿球，乔来掩护，出手时间还剩五秒，侯东拿球 ，AI 要被吹24秒违例了，他们只能把球权让给对面。现在温拿球，面对 AI 的防守。目前是第三节，比赛进行了大约三分半钟的时间，抢到球了，球被技抢断了。传球给 AI， 从三分线外出手，非常漂亮。这是第五个进球，他目前是8投5中。像这样的妙传助攻，今天有多少？光从助攻的角度来看，他们目前是表现更好的一支球队。AI 被吹犯规，这是他本场比赛首次犯规。防守球员运气不太好，不仅被对方撞倒了，还被吹了犯规。但他确实晚了一步，苏群，裁判也只能这样判了。现在温拿球，他没什么出手空间，被 AI 抢断了。他们要是再不这么失误，追回来就太难了。这一节他们已经因为失误丢掉4分，是时候在进攻端提高专注力。对方已经突破到了篮下，这个犯规至少阻止了对方的上篮。这是一个常见的犯规方式，通过这个犯规告诉对方，想上篮可没那么容易。这一球没罚进，杨毅，他们在罚球线上不断的错失扩大分差的机会。温拿球，面对 AI 的防守，许接得助攻之后，他立刻上篮得分，真是漂亮的团队配合。哇，大师级的传球，他的前传太好。过场，传球给智，漂亮的打板上篮。上半场他们有些依靠三分球投篮，但是下半场他们开始不在三分线外进攻了，更多的选择内线进攻。在外线兰德里，球出界了，还是喷气机队的球权。柴出手，柴张扣篮，绝佳的助攻，这是一个大师级的传球。猛熊队比分领先，进攻时间结束到比赛结束之间只有5秒之差。我想给 AI 出手了，广州抢到篮球。I need to sauce this man. Give me that. 抢到了，在外线兰德里。这个抛投的角度很高，这次出手没有得分。第三节的战况就是这样，随着比赛进入第四节，双方都有不错的进攻表现，猛熊队比分领先，领先。最后一节比赛即将开打，现在是 AI 拿球，
传球给魏，三分球出手了，为他们队斩获三分。毫无疑问，魏这场比赛很有存在感，给队友带来了很多的帮助。据说他总是很关心队友，总会去了解他们的近况。对于他们来说，得到像魏这样的领袖或天才的关心是莫大的帮助。这就是人们想要在 AI 身上看到的态度，不停的移动，不停的突破，不停的攻击，让防守球员防不胜防。在外线，兰德里杨来掩护，挥到高位，在位面前投篮，得出界了。喷气机队保住了球权，喷气机队要换一名球员。现在灰拿球，被智抢断了，好吧，只剩下他了。 AI 出手完成了这次快攻，这是良好的传导球，给他们带来了不少的得分，这是比赛真正的关键所在。他们的进攻助攻不断。广州叫了个暂停，看看 AI 贡献真大，他今天手感正佳，他们需要重新聚在一起，马上找到遏制他的办法。第四节刚刚开始，比赛才过去一分钟，薛出手，这个球顺利入网。你可以看到薛在内线打得很舒服，他充分利用了他的体型优势。把本来就已经非常大的优势打得更大，他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继续打下去，尽可能的扩大优势。智出手，他在出手的时候防守队员犯规了，这是个打三分的机会。作为大前锋，智打得很专注，迎着身体接触依然能够将球打进。强拿球，目前是第四节，比赛已经进行了一分半左右，到了内线。No，他没能成功出手命中。上海反击，当对方像这样贴身防守的时候，他的得分总是异常艰难。魏力在侧翼，薛防守他，回传给魏，远距离投篮，外线出手得分。在这一波进攻高潮当中，他们的传球非常出色，这也帮助了他们有很好的出手机会。绝对没错，对于他们的传球，防守方根本反应不过来。薛面对行的防守，杨来掩护，韩到外线，这是个17英尺开外的跳投，篮板球被猛熊队抢到。 AI 到高位，强在防守，回传给 AI， 传球给行， AI 到外线，出手时间还剩6秒，位到外线，从三分线外，薛摘下篮球，喷气机队的球权。他们的进攻打得真是乱七八糟，他们必须来一个振奋人心的进球才能重新振作起来。行的身高臂展帮了他很大的忙，这个大个子总在想办法完成。球进了，他已经走上罚球线了，这个球如果能罚中，他就能以此拿下三分。像他这样掌控进攻是非常好的，现在有他在进攻端控球，他们肯定打得很舒服。喷气机队要换一名球员，现在是第四节，也是本场比赛最后一节，比赛已经进行了3分钟左右。很显然，这支球队的明星就是他们的前锋飞龙，他几乎无所不能。无可否认，他目前是全联盟最好的前锋，有着出色的运动能力和爆发力，一旦进入状态就能够完全接管比赛。薛出手，这个犯规实在是太……他们已经无人能挡了，无论他们怎么进攻，都能轻易破篮得分。哦，篮了，一个漂亮的补篮得分。行利用他的身高优势抢下了进攻篮板球，他总是能够利用身体优势获得二次进攻的机会。现在温拿球，面对 AI 防守。第一罚没罚进，喷气机队要换一名球员。第二个罚进去了，这次罚球不够完美，他们需要把球都罚中，进一步缩小比分差距。
球被温抢断了。到了中路，雷错失近距离得分，对方的防守形同虚设，他居然没有完成上篮得分。AI 三分球出手，为他们队斩获三分。在这第四节，他们的外线火力全开。是的，他们在三分线外命中了很多球，疯狂的三分雨。遭到桑德斯的包夹，到了侧翼，无人盯防，从篮筐前沿弹出。这场比赛的节奏已经完全被他们掌握了。不过话也不能说得太满。AI 三分球出手，这一次没投进，喷气机队反击。许拿球，底角这一球投得很不错。AI 拿球。传球给明，回传给 AI， 蒙雷在防守，被雷抢断了。进攻时间结束之后，再过不到六秒，比赛就要结束了。内线，灰，漂亮的两分。他们只要运运球就行了。他们已经赢了。传球给蒙，回传给 AI。这是桑德斯，这是上海猛熊队成功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主场球迷们可以尽情庆祝。猛熊队的胜利必须要归功于他们出色的比赛计划，他们很好地限制住了飞龙，从而奠定了胜局。猛熊队赢球，教练固然值得表扬，不过两队的球员也共同为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较量，比赛真是好看。的确，好了，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我是杨毅，我请代表宋群和杨健感谢你们的收看，下次再见。2 points, 3 rebounds, 10 assists, and averaging a double double for the time being. Hey, you got a second? Yeah, sure. Yeah, got some time for a few questions, conversation. You held your own with Han Chi. that's a thing, right? Yeah. I mean, that dude is vertical. You can't teach it, you can't learn it, it's just in there, piece of his soul. What's up? Yeah, I know. I mean, it kind of makes you wonder about, like, the moment when he first realized it. Like, you know, maybe he's just a little kid running through the streets with his friends, and suddenly, like, a cat jumps in his path, and then boom, you know? That dude soars, man. The air beneath his feet. Distance from the earth, like, he's never felt, you know? Like, he just learned that he could climb walls or read people's minds. Right. That's pure joy. I know. Like, life has changed, but you don't know why or for what reason yet. Did your thing out there. People starting to take notice. Keep it up. Thank you, man. Appreciate it. Hey, you one of the reporters or something? Something like that. I see you around, AI.